两个手赶紧帮忙啊。下面你看停下来啊，你还是没有，你还是就是喉咙还是很紧，你到那个和你想试一下，对，你就找那个放松的感觉，不要挤下面，不能挤下面。对了对了对了，一定要抓那个感觉，不然你的这个地也是因为你的这个就是舌根这个地方总是会用到力挤它，然后变到你的那个音后面不能够完成，实际上你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而造成了你完成不了，知道不啊？纯颤音要继续练，你先别直说那个嘎嘎嘎，因为纯颤音练不好的话别的都很麻烦，位置找不清楚哈。好好，我们上次是弄到第九条，我这样子，我今天先往前再给你走，等到最后我们再回头全部弄完了以后再给你就是你觉得哪个地方练的还是不行啊，我们再来弄好不好？但是我先把后面的给你都练练，尽量早一点练完，你还是说现在还是要停留在之前的呢？我都可以。老师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反正我就都练，老师给我多少到多少我就都。我是想这样子，我是想呢，因为有一些条吧，你可能怎么练目前都练不下来，我先不要揪，那么有一些可能你虽然过到后面了可能还能练下来，那么我们先都把它踹完了之后，你再到时候给我一个 number， 你说你觉得哪一条是你最困难的，你把它列成一个数字，然后给我，那我们这样就比较好办了，你觉得呢？好，我们从第十条开始。这个吗？对，这个中间换没有换气的，不用换，它是这样的啊，它是三个，先是然后哼鸣是好。三个连起来的，所以它是哆来咪发嗦发咪瑞哆来咪发嗦发咪瑞哆来咪发嗦发咪瑞哆。对了。好，停一下啊，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的下巴这样弄，你把头低下来可以吗？头你现在低下去让我再看到你，哎，就是这样子的啊，眼睛也往下看，别往上，你先把它倒到最头来，倒到最头来开始做这个啊。对了，就这样低下去。几乎已经快到了你的极限了哈，就是说整体上的声带闭合还 OK，
整体上的声带闭合还 OK， 就是还是这个地方的放松度到一定的时候就不行了，到一定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来想用力。但是你刚才你觉得你这样头低下去的时候，这整个的感觉嘴巴也张的不是很大一点点，还蛮顺的，对不对？还算很顺，对，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前面的那几条不顺，后面的都不顺的，不是这样子的，对，不是这样。对，好，那个嘎嘎，我练到了笑。因为那个嘎嘎嘎会让你特别难受，好像点到你的穴位，是因为你别忘了，你最难受的是啥？舌根嘛。那个嘎嘎嘎就针对那舌根的，它刚好碰到你这儿了。当然这条呢，它也是要求放松度很高，可是它没有说直接就顶在那个地方哈，就好像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性格合不来。那如果说合不来，大家互相谦让一下也能过去，就怕又合不来性格，然后又专门在那天我非得给你找点茬。我非得给你找事儿，那个嘎嘎嘎就是针对你那个，他就在挑衅你知道吗？在挑你的这个特别难受的地方，他总是去碰撞你，他不是绕过去，所以你会觉得特别难受。那个我们慢慢留在最后再来收拾啊。好的，好。第十一，不太懂是 we we 吗？对，哎 ，w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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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就比较容易啊 ，will will 比较容易，嗯，对，试一下，嗯嗯，好的 ，these are will， 嗯，头腔去，就这样。继续，好可爱了，已经过了最高音了，已经过了。就现在剩下是你的坚持了，停下来，停。刚刚你就说已经到顶了，受不了了，刚好就是那个最高音过去了，你应该再坚持一下，再往下滑呀。所以这条你就可以从头唱到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你一定要练的时候记住下巴，你要告诉自己要低着头练，你只要下巴一扬起来一高，你马上这个脖子就用力。OK。当你在下面的时候呢，你的音还能够灌到头腔去，你不觉得吗？如果这样的话。你一直在前面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就上不到头顶上去，所以经常卡在那，卡在脖子这个地方，好难受，就这个意思。但是你只要通的话，通到头顶上都是这样，头低下来，然后这样子才能上去。当然你不能永远这样，可是这你必须经过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它稳定不了。OK。我要真诚的感谢你。最后想拥抱却依赖你，等一下好，你唱最后先你又开始摁你的嗓子，压着你的嗓子，你要想，还有你的整个声音要轻盈一点，什么意思？就是太重了。对对对，为啥我不见了呢？看不见我的视频了呢？在这对，看不到了。哦，看见了啊，对，就是那个你那个字啊，唱的太重了，可以再轻盈一点吗？像说悄悄话那样子的感觉啊，再来 soft。好。此刻我要真诚的感谢你，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来不及哈，你停在哪里？等等，来不及，不及，对，来不及。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对了，对吗？唱对了，唱对了，你还觉得有问题？唱对了，唱错了你还觉得没问题？就叫美食是什么道理？我的耳朵是，哎呀，完了，这个，再来。
不及。某人一定在那里等你，做余生的事情。每天是有去无回的站点，微笑用最美的脸说再见。再见，再见。你把那两个音都唱高了。用最美的脸说再见，好在从此有的去挂牵，遗憾就不留心间。Oh dear my friend，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没差别，总偶尔有遇见。没差别，总偶遇到无解的怀念。青春会为我们逐渐抬头望天，那一片星空为你眨眼，绽放在这世上。哒哒哒哒，在这盛夏，那一片星空为你眨眼，绽放在这盛夏，在这盛夏。你单独唱，在这盛夏，在这盛夏。继续唱，在这盛夏，在这盛夏。好，继续跟着他，再来一次。好。那一片星空，没准备好。抬头望天，那一片星空为你眨眼，绽放在这盛夏，在这盛夏，这盛夏。你是在这盛夏，我还学不上你那个音，反正跑掉了。绽放在这盛夏，在这盛夏，你听，在这盛夏，在这盛夏和在这盛夏，这不两个 melody 吗？在这盛夏，在这盛夏，再来，在这盛夏，再来。这是我唱什么了？你在这盛夏，在这上去。在这盛夏，放他的原唱，放原唱。哒哒哒哒，在这，在这盛夏。他更高，比我们唱的现在。在这盛夏，在这盛夏。你看啊，他唱的是这样，他唱的是在这盛夏，你唱的是在这盛夏，他是在这盛夏，你唱的是在这盛夏。 OK， 两个方向来。等等，老师，我试一个东西，我把原唱拿掉。绽放在这盛夏，这样了。好，勉强对，勉强对了。哎呀，那没有理由啊，他不在，你应该更不会唱才对呀、啊，你好奇怪呀、啊、，Oh my god！ 我就听他唱。对呀、啊，他唱的是对的嘛，啊，来。哎呀，那我怎么练好呢，老师？我自己听不住啊！救命！不担心，不担心。来，然后你从头放，从头再开始唱。来，就站在中间啊，别动啊，站在中间。开它了。对，一开始啊。好。此刻，
我要真诚地感谢你，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某人一定在那里等你，所遇上的事情每天是有去无回的站点，微笑用最美的脸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微笑用最美的脸说再见，好在从此有的去挂牵，遗憾就不留心间。Oh dear my friend，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你差别总偶遇到无邪的怀念，青春会为我们注解，抬头望见那一片星空为你眨眼，绽放在这世上。对了，有录下来，我就看这边，哈哈，好可怜啊！等一下，等一下，哦，我好紧张，好了很多啊。此刻，我要真诚的感谢。再 soft 一点好吗 ？soft， 唱的太硬了，你要再感性一点啊！你真的是想感谢他的啊，不是假假的，你给我感觉你总是。一点假假的，好，真诚真心啊。此刻我要真诚的感谢你，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我们一定在那里等你，做余生的事情。每天是有去无回的站点，微笑用最美的脸说再见，再见再见啊！老师，我觉得我想要努力投入感情的时候，我就开始乱变那个 melody。哎呦，我要此刻。我要真诚的感谢你，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某人一定在那里等你，做余生的事情，每天是有去无回的站点，微笑用最美的脸说再见，好在从此有的去挂牵，遗憾就不留心间。Oh dear my friend，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你差别总偶遇到无解的怀念。青春会为我们出现，抬头望见那一片星空为你眨眼，绽放在这世上，守护着悠悠年华在幸福上涂鸦，在幸福上涂鸦，那个上字也不对啊，赶紧。幸福上涂鸦。幸福上涂鸦，悠悠年华，在幸福上涂鸦。还有，余生那个歌词，余生，那个余字，那个音没有那么高，再高一点点。余生那个字在哪里？余生。什么余生？
什么余生我忘了、咦，我刚才不能再打断你，再打断你你就脑袋乱了，所以我就不敢这个字打断你、哎嘿，好，好。若人一定在那里等你，做余生的对对对，做余生的余生，如果来不及余生，还有那个盛夏，那个最高音的清空那个清字，你唱的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呀。再练那个高音，对，你再练一练，我看看下次还是别弄新歌了，还是把这个唱好一点。好，你再多听一听那个、那个节那些音、嗯、我今天有空下课后我也再整个听一遍，我要 check 一下